初唐四杰是哪四位？初唐四杰是指的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合称，简称为王杨卢骆。四杰的诗文虽未脱其梁以来其力于袭，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。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，思革其弊，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。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唯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，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、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，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。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词赋化，气势稍壮，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，音调铿锵，平稳也在词赋章赋中，愈有灵活生动之气。